这个角度看看啊，看看母球跟，可以拔到半颗，这个差不多三分之一啊，可以拔到差不多三分之一，但是铁定碰不到九号球，看看要不要考虑用解的啊。如果能够解到三号球的上方，那么母球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把九号球给碰进？对，当然啊，当然啊。 好，那么当然，另外一个方法啊，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下右塞一颗星解球啊，就碰球它的上方，一颗星解回来啊，然后解得轻轻的啊，然后解到三号球的差不多右边三分之二的位置，那么母球就会碰到台边，轻轻的滚到七号球的上方，然后三号球会往这个七号球的左边跑，这样子的话，利用七号球来吊球啊。 但是这个是这个可能要Aaron来打啊，他的这个细腻度来打。好，用解球啊，看看九号球会不会进。有机会，有机会，哎呀，漂亮漂亮，这球我想Molly其实没话讲，漂亮这球哦，全场的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这球没话讲。 哇，这场比赛我想对王宏翔来讲，我看应该是毕生难忘。哇，这个球，聘这个 A friend 的打击，哇，漂亮！王宏翔这次如果最后能够拿下胜利，这个果实还是相当甜的。对，这个球啊，这个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可以作为这场对这次比赛的这个好球之一啊。